请掀开经本，科会第十九面经文第一行：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，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。生我功德国土之先者，不出正觉。这是大愿的第九章，第四十八愿，这是第十七愿，诸佛称叹愿。证明甲注意报告记录，弥陀四十八愿，对十五愿，寿命无量，声闻无数，诸佛称叹。一直到十念必生，这拢是四十八愿内面最殊胜、最重要的部分。尤其是这愿古地甲人讲，如果无这愿，阿弥陀佛，搁较大的愿心，拢袂当圆满，就算是建立圆满的极乐世界。提供予十方念佛人作为一个熏修的道场，要啥人知影？如果是无人知影，咱也就袂讲发心要去极乐世界去。这桩代志一定爱。一切诸佛菩萨为咱大家推荐介绍啊，咱才知影讲有这尊阿弥陀佛，知影有这个极乐世界，所以这愿呐、啊、就无比的殊胜咯。而且呢，亦非有不可，这愿呢。那会使甲伊当作看作阿弥陀如来在法界之中办了一间佛教大学，办了一间规模宏伟的弥陀川呢、啊。极乐世界就是大弥陀川，一定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共同帮助阿弥陀佛救星啊！十方世界众生。才知影有一个这个处所，这个处所是一切诸佛所称赞的。咱学佛目的何在？诸佛如来
教化众生，目的又何在？咱总是爱清楚，爱明白。什么是佛？如果学佛，连什么是佛、什么是菩萨，都创不清楚。那会使讲迷信呢？佛菩萨这名词是印度话，古代梵经的大师犹原保留梵文的原音，用音译。这在《药经》几句里面，所谓是尊重不凡，不是袂当凡，是对有这个称呼尊重。用伊的原因，意思甲中国人讲的圣人、贤人，那是共款的啊。佛是圣人，菩萨是贤人啊。什么是圣？在中国书会里面解释，对有无着人生、理事因果、通达明了，这人就叫做圣人。向圣人学习的，做圣人的学生，伊心意意要想学圣人，这人就叫贤人。也伫佛法内面、经典内面的解释，佛翻译为智者、觉者，智是有智慧。智慧达到究竟圆满，对有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无一项未感悟。感悟就是不迷惑，达项拢感悟，达项拢明白，这人咱就称伊做佛陀。哦，佛陀。做佛陀的弟子，一心一意修学，求智慧，求感悟，这款的人就称为菩萨了。所以啊，咱袂使将佛菩萨当作神仙来看待就错了。神仙比起佛菩萨，也阁低一等啊！神有天神，咱伫佛经上看到，色界天神、无色界天神，这内面包括大梵天王、摩诃修罗天王、统领三千大千世界，因也是佛的学生。也是菩萨的学生，是佛菩萨在家的学生，法官护持佛法啦。这是咱来认清楚的呀，佛菩萨不是神仙呐，咱唔通去学做神仙，学做神仙就害咯。也得爱去六道轮回，也袂当出离啊。咱爱学诸佛菩萨真实智慧、无量智慧，安尼就对啊。只有智慧，才能解决问题。咱这个世间问题真复杂啊，
这大家拢知影呀。天顶有问题啊！咱中国人上赞叹的玉皇大帝，这些人啊，真侪宗教拢尊称为上帝。在佛经内面，真是道理天主，伊要麻烦啊，伊要这冤家阿修罗啊，常常是惹是生非，变个天宫也不得安宁啊。恁看过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大闹天宫啊，孙悟空未必闹过天宫，但是阿修罗王常常大闹天宫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啊。这就说明啊，天顶也无太平，做天王也无什么了不起啊。而且呢，众里言之啊，咱即卖俗语拢叫做社会问题。天上人间，鬼神也是有社会问题啊。这个社会问题，咱今仔日看个真清楚、真明白咯，袂当去解决啊。政治也袂当解决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了表现下起国王的地位，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啊。这社会问题政治会解决，伊做国王问题敢是就解决咯？为什么要将王位下起呢？这就说明这个问题啊。政治袂当解决啦，武力会当解决袂，也袂当啊。咱伫即个释迦牟尼佛传记内面看到，这阵武艺超群啊，伊会当做将军，会当做统帅。武力袂当解决，伊也该下去咯。伊也无要做将军，也要做统帅。国家主义讲啊，经济袂当解决嘛，这是主义看个真清楚。科学技术也袂当解决，不但袂当解决，科技的负面带来了人类的大劫难啊！今仔日诸位拢知影，战争无爆发就免讲，一个爆发是主大战。真侪真侪人拢讲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终结的战争，就是讲这战争拍完了后，世间袂阁再有战争了。为什么？全部拢毁灭咯。辛辛苦苦，这两三百年间的科技文明，全部和核武消灭了，人类又可以回归到原始的生活，这是科技未当解决问题啊！什么会当解决问题呢？教学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一切下去了。一心重视社会教育工作，咱来认清楚啊！这迦牟尼佛是什么款人？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，甲中国孔老夫子同款啦。大家人尊敬，大家鬼神尊敬，天王都拢尊敬啊！所以咱伫个经济上常常看到，佛何人尊称为天人师啊，天上人间的大导师啊。
伊真实的智慧，教导咱悟到人生的真相啊！真相明了了后，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所以佛教是教育，绝对不是宗教。明初后用敬武讲得真好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不是铁盒，留意今世所必须。必须比这里非常肯定，只有这种教学才会带来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、人民真正的幸福。但是这么好的教育必须要有人帮助来推动啊，佛家讲的佛法啦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将这大事业托付予国王大臣，请因啊以因的地位。地位、权力来推动这个教学，佛法对于社会贡献，才会真正落实了。如果无这个人，哇，咱来推动这年好的教学。也会消失而未当彰显啦，无人知影。自然，释迦牟尼佛，伊老大人一生经我状况当中看到呀，伫这个所在能够看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无出现伫咱这个世间。另外这个世界啊，这个世界有人讲，距离咱这个世界是十万亿佛国土，那边有一个大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叫极乐世界。咱听到这种想法，你可就会幻想到，哦，阿弥陀佛，大概是外星人哦。外太空有一个这款的世界，大概啊，这是外星人咯。这个想法算讲是相当聪明咯，但是无正确。为什么无正确呢？外星人伊也是人道啊，伊也是凡夫啊，伊唔是佛啦。佛家讲六道，六道不是佛最初讲的。印度古老的宗教，这整一个时期，新加坡有一个九个宗教的联合展览，诸位拢有去看对吧？那佛教排在第四位。顺序安怎排呢？按历史来安排。历史上古的是印度教，在佛经里面讲的这婆罗门教啊，比佛教的历史早两千多年啊。
这是咱伫迄边所看到的。连这个拜火教，伊的历史，拢比佛教悠久啊，拢比佛教早。印度这古老的宗教，伊拢修订，修甲真成功。定功呢，会当突破空间的微处。咱所讲的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甚至有无限度的空间，用闪电可以突破。现在科学家证实，确实有无同空间存在。但是现在科技也无办法突破，也就是讲，人类也无办法通看到过去，也无办法看到未来。但是伫禅定内面会当突破，可以突破。有这个能力的人，从六道内面的状况就看较真清楚咯。因看到有盖天。看到七界天，看到无色界天，看到这个特士道，特士道咱会当看到一部分，也有一大部分咱是看袂到的。为什么呢？跟咱的生活无同的空间位置，五鬼道跟咱的空间位置无同款。人看袂到，地下道也看袂到，因是亲目看到的呀。所以伫因经典内面，对有六道轮回的状况，就讲啊真清楚、真明白。但是也是遗憾啊，看是看到了。是真清楚、真明白，到底对倒位来的？唔知影，六道对倒位来？六道内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变化呢？这问题伊无办法啦。伊呐也伫咧研究，也伫咧探讨。有研究探讨的动机，在佛法里面就叫做感嘛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所以释迦牟尼佛降生来到这个世间，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，也就是说明。因的禅定功夫也不够，最悬的是修到四禅八定啊。所以对这個问题观察真清楚，你唔知影伊的根源，或者禅定功夫比因悬去太侪咯啊！因这是袂当比的啊。我将这个事实真相讲出来，有着安怎来呢？安怎形成？生命对倒位来？世间佛家讲世间范围太大太大了，不是讲一个地球啊，这地球太小了。佛家讲的是无尽的时间。时间、空间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啊！就是讲时间啊，空间啊，广大无边际啊！这内面所有的一切，你拢知影咯，拢爱明了，完全无疑惑咯。这问题才算是圆满解决咯。
佛教的教学内容就是这个啊。好好跟咱讲，这个内容就是咱家己心性内面本有的德能啊。会当圆满理解这种智慧，也是咱自性本具的智慧，拢毋是对外面来的。这是从佛法教下，整个内容讲出来了。释迦牟尼佛如是，在西方世界，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，也如是呀，无例外呀。这是伟大、真实、究竟、圆满的教育。啥人知影呢？只有诸佛如来在贴地明了，所以阿弥陀佛未当无法愿，请一切诸佛如来做伊的助手啊！咱本师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。唐朝玄奘大师讲过一句话：诸佛所以出形世啊，为说弥陀本愿海啊。这两句的意思，咱爱捌啦。意思是讲，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，讲经说法教化众生，为着什么呢？就是为着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就为这件代志啊！既然是这件代志呢，释迦牟尼佛在当年讲一部《弥陀经》，敢是有够？为什么要讲遐尼多的经典？答案啊，拢伫这个经中啊，只是咱家己粗心大意，无看出来，无看出来什么呢？真正粗心嘛。那安尼是无警告啊，拢应当受处分啦。我讲出来，大家听到了，拢听个真熟啊。这话听真多咯，经常看袂少啊。佛教众生，众生根性无共款啊。佛教化众生，主要会记的，永远是被动的啊，从来都无主动教导的。这是正理啊，主动教人，你家己有意思啊。我就会讲，你家己就决定有分别执着，诸佛菩萨无啊，这是咱来学呀。所以我常常看到同修，你若想真正学佛，真正的佛法有成就，也就是你真正开悟，真正会断烦恼。真正的智慧，你大声爱将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控制的迄个念头放下，
你知影无？佛无啊！佛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人事物无控制的念头啊，绝对无占有的念头。所以佛教化众生是被动的，不是主动的。如果真正是主动的，伊我相信伊只讲一部《弥陀经》，其他拢袂讲咯。被动的时阵，你叫我讲什么，我就跟你讲什么啊。这是真的，所以佛应机说法啦。众生无量无边的根基，再来请伊讲这个，迄、那个要请伊的法门，佛就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啊。无量无边的法门是安尼讲出来啊。这是咱应该学习的。如果是依佛主动的，就是一个法门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佛在经上甲咱讲这个事实真相，教化众生的事实真相。佛将一切众生根基分至三等。上顶的观色的众生，讲净土法门。什么叫观色？伊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，伊这一生当中就会当去做佛了。对于这种人，讲这个法门，所以注意一定要明了，能接触到这个法门，如果有信心、有愿心。你就是观色的众生啊！换句话讲，在无量劫以来，今仔日你做佛的机会到了，这太稀有、太难得了。凭这生基师讲的啊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啊，咱拄到了，拄到什么？我要做佛了。你注意想看嘛，有真侪人唔相信要破坏，是理所当然。你甲看，伊有亲像成佛的款无？伊无成嘛，业障深重啊，伊无成成佛的款呐、啊。伊哪会当会接受这個法门？袂当接受，也佛有办法，佛袂舍弃众生，佛非常爱护众生。君无识个，讲低一级的这个法门。所以为无成熟的讲其他法门帮助伊成熟，这是对中军的人啊。下等军的人的时阵呢，伊也无正贤军呢，未正贤军帮助伊正贤军，已经有贤军的人帮助伊成熟，已经成熟的人帮助伊做福气。净宗法门是对已经成熟的善根的人讲，是帮助你在这一生当中去做佛去咯。这佛的经上讲啊，真清楚，咱也会记哩啊。众生根性无同款呐，佛帮助一切众生方法手段无同款。所以先道大师这句话讲真好，无论对叨一类的众生，也就是讲，世尊无论讲解叨一部经典，叨一法门，到最后拢是归到净土。这咱伫《道阿经》上看到了，修行不论。为什么呢？修行的归宿是素性法界啊。声闻缘觉菩萨佛也在十法界里面，伊的归宿是素性法界啊。大乘的归宿是中国大乘有八宗派。
除了净土宗以外，这个大乘宗派真正修行功咯，归属在倒位呢？华中世界啊，想要修到华中世界啊，无容易啊！你要分别，要梦想，要执着，你六道轮回拢脱不了。哪有华中世界分啊？不但华中世界是无分啊，诸行法界内面最低的声闻，声闻的分都拢无啊。那怎样？金刚经都甲咱讲啊。托古斯托丸，伊正在斯托丸古，伊拢无做斯托幻想，伊才真正会当得斯托丸古。如果讲伊有正在斯托幻想，有这念头，我正在斯托丸咯。也是假呀，不是真的呀。为什么呢？师徒还无我咯，伊啊执着有我，有我是凡夫啊，无我是圣人啊。所以咱在金刚经看到啊，菩萨，六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啦。咱读这句经文呐、我伫早年初学佛的时阵，也认为讲菩萨即离世相啊，大概小乘无离世相啊。从细骨啊看金刚经，唔是安尼啊，初骨已经离世相咯。初骨殊陀丸已经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咯。你家想看这有偌困难呐、那每天也搁执着家己成见，我是对的，你是唔对的，这是凡夫的低见呐。真正有成就的人是啥物呢？你讲这是对的，啊，你讲迄唔对也对。无强唔对啊？为什么？无分别啊，无执着啊。这才真正的境界。咱今仔日有做到无？我伫初学佛的时阵。听别姓法师讲经，伊讲了一个故事。佛门有一个公案，讲有两个出家人争执，去老和尚遐去告状啊，请老和尚评理。老和尚就问价，价讲完，老和尚点头讲你对。伊听了不服啊，佮甲老和尚讲了一大堆。老和尚讲你也对，徛伫边啊。老和尚有一个使者，等两人走了，使者就问老和尚：“老和尚啊，你讲的话啊，到底是有问题无啊？”老和尚甲看卖，讲你也对。老和尚真对啊，因海人拢无毛病啊。老和尚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啊。
啊，问题敢是全部拢解决了，拢化解了，拢无争执了，大家拢对啊。这是真修行人啊，心肝内无是非啊，也无善恶啊，心地真正清净平等觉，伊才有能力高度智慧，先卡方便，甲人解决社会一切纷争。我听到这个故事，佮看佛在经典内面的教诲，爱会当吸入啊，爱当体会到啊，爱将这些道理教学落实到家己的生活上，咱才真正得受用啊！咱来会当明白咯，所有一切梦想分别执着，拢毋是对思想上发生的啊！华严讲：理事不改，事事不改。对，什么时候才发生？对每一个人，家己的梦想分别执着内面产生的。只要你将梦想分别执着卸掉，天下本无事啊！哪里未太平啊？但是这众生最难下的是五执，我以为安怎安怎，我感觉安怎安怎，这就是你的病根啦，是你的生死病根，是你的六道轮回病根。诸佛菩萨应化的世间，教化一切众生，决定无家己，完全替别人解决问题。换一句讲，无夹杂家己即丝毫的意见。虽然对伊啊心好口好，伊所讲的，用咱现在话来讲，拢是咱家己心内话啊。讲的是咱家己心上的话啊，唔是外人啊。那哪会讲不好呢？你今仔日对佛的教诲也阁有芥末，那是你无会当体会到。你体会到了，你就欢喜了，你就会信受，你就会奉行。佛甲人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换一句话讲，佛的智慧真正无量无边，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。你现在当学伫遮咧学讲经，一礼拜讲一摆，讲一点钟，也都要用几落天的功夫去准备。你问看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是毋是有准备无？无啊！为什么呢？有准备，这经是我讲的啊；无准备，这经毋是我讲的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伊先无讲过经啊。这佛家己讲的啊。如果有人讲佛讲经，谤佛啊。这话安怎讲？佛一生所说的，绝对无一字是家己的意思啊！所以伊无讲啊。伊所讲的啥物？是恁众生心理上的反应啊。所以讲，说你不说，不说你说啦。你们按怎样才能进入境界？那爱听你不听，不听你听。就甲释迦牟尼佛
结合了。你会了解伊的意思啊？对，这所在落手啊，咱才会当入门啊，真正开智慧，真正是超凡入圣啊。所以佛的教学，就是因众生根性无共款，对有善根少的人，教导大家断恶修善，说明善恶的因缘果报啊！这法是小法啦，虽然是小法，袂当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，但是确实帮助你未对三恶道啊！你会得人天福报啊！你听话爱人听，特别是学讲经的讲经法师，我无讲人天富贵啊，我讲人天福报。福报内面会当包括富贵，富贵内面袂当包括福报啊！你听了无真有怀疑，你去问遐富贵的人，伫世间最大官的。做总统的，发大财的，这大企业家，你去问看嘛，伊是毋是福报？伊会甲你摇头，我无福报啊，我太辛苦了。有福报的人啊，自在啊，快乐啊，人虽富贵，无快乐。福报的人，一生快乐啊。这些话啊，拢爱详细去听，细心去体会啊。佛家咱做佛啦，这是咱中国古人教学，古早时阵读书，毋是求功名富贵。古人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自在圣贤，不是自在功名富贵啊，自在圣贤就是自在做明白人，无爱做这糊涂的人啊。糊涂的人是凡夫啊，明白的人是圣贤啊。你甲看较早教育的目标，甲咱现在是无同款啦。现在读书，这年轻的学生去选科系，大生第一个选择的条件是什么呢？这科系是不是会赚钱啊？这科系是不是真好找工作啊？甲家己的幸福几乎是无关系啊！所以真正幸福的人，一生读家己爱读的书，做家己爱做的工作，这是世间啊第一等幸福。啥人呢？释迦牟尼佛嘛，释迦牟尼佛。真正是读家己真爱读的书，做家己真爱做的代志，地大自在啊！一生无即生活，精神生活，即死活压力都拢无，
你讲伊偌快乐啊？伊甲咱做了一个真正幸福美满人生的榜样，咱看出来咯，非常欣羡啊，非常向往，向伊学习啊。您在座诸位同修出家咯，那辛苦啊，穿着袈裟，是不是真合乎？真合乎？哎，好好想看卖，先阿莫你好，当年在世，伊是安怎生活？三义一半，无忧无虑啊，无牵无挂。咱有看清楚无？世间我哩过一生，无见过道场啊。咱如果见这道场，无甲乱丢吼。佛无做过啊，到底是怎做啊？在印度、在中国，拢是佛法啦。帝王大神因建造呀，因建造道场，请佛菩萨来到这个所在，来教化众生啊。佛是出家呀，无家呀。家己建一道场，敢毋是又搁倒去假个啊？敢毋是甲你的本源相违背咯呢？释迦牟尼佛一生无向人化个缘，无甲人讨价钱啊！那如果是化缘讨钱？唔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那有想到无？无钱袂当办事，哎呀，袂当办事太好了，无事偌好呀！世间人常讲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你讲无事偌快乐啊？敢讲你还阁要去找事啊？无事生非，你就作业啦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虽然有一千外上师弟子对伊学习嘛，咱查遍经文，释迦牟尼佛是毋是将伊甲组织起来呢？有间分大班、中班、小班呢？倒一个是小班长，倒一个是中班长，倒一个是大班长，无啊！说明现在某人佛人众更加多，无组织啦。人人是自发主动，人人好学啊，人人。好德好善啦！自尊修释迦牟尼佛六合经的教诫，所以僧团内面人人平等啊，绝对无讲倒一个管倒一个，倒一个统辖倒一个，这伫佛门内面无看到啊。佛法是纯粹的教育。纯粹的教学，绝不读书啊！咱来认识清楚，因此佛法爱利益社会、利益国家、利益这世界，爱靠啥佛法啦？这是我常讲的啊！佛法的功德
我讲超过方法。方法人是啥物呢？教员啦，一个老师教员啦。方法的人是校长啊，伊若无办这个学校，这教员够较好，无机会去教人啊。一定要有人办学校，这学校要聘请你去教学，你才会当帮助这些学生。所以啊，佛法永远是徛伫被动，你唔是徛伫主动。主动是啥物？主动就是无事生非，无代志找代志啊。我伫即地。是乎你无完技术车来啊，无办法啦。你俩做我想要伫遮讲经啊，真辛苦啊。我本来是咧想讲，即韩馆长往生以后，我就无代志咯。我准备去澳洲，家己搭一个小毛棚进修啊。稳固起来了，你讲偌自在？澳洲姚振东手起家啊，确实，较早韩馆长赞叹人间天堂啊。自然环境无比破坏啊，地大人稀啊，伊个土地面积甲中国甲美国差不多大。人口只有1700万啦，所以人甲人之间啊非常和睦，人太少，人甲人看到啊，无分种族，拢啊真亲切，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啊！我都想起遐去温故啊，你望完技术按你一个做，伊合法，伊这做。我袂当无来啊！我无来，不然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诸佛菩萨啦、啊。这是《礼记》内面所讲的啊，安安立命迁呐。我有这身心安稳生活环境，必须要下去咯。来这个所在，来个诸位啊，共同学习佛法。